Google Play 神选者试炼，跟小熊雨熙一起挑战守护小天使。现在就上 Google Play 抢先下载完美世界 M， 还能获得专属时装哦。今天 Google Play 邀请我们在完美世界 M 中化身补血天使雨林，看谁能够成功守护住队友，就可以成为雨林神选者代表哟。小熊，那你觉得要怎么守护重要的人呢？我觉得我自己是很重视陪伴耶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在我的守备范围内。我对屌屌是有道理的，这个世界真的太恐怖了，连猴子看你不爽都可以打你。哈，可是我觉得再好的朋友也要有自己的空间呢。我看你平常也都只是跟紧紧的而已，但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，你真的可以像我一样舍身救人吗？那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。不然我们去找魔王啊。要找魔王的话，当然要找最容易秒死的那一只啊，寻梦羊雷霆老人。你是说那只几乎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来的地狱级 boss 吗？没错，看我们谁能成功保住队友的性命。OK， 好，谁怕谁，出发！我要紧紧跟住我的队友。那你怎么放生的队友啊？不是啊，我都自身难保了，我当然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帮队友补血啊，而且当然补血比较快啦。啊！我被雷劈死了。我对不起我的队友。别难过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你的对手我太强了。恭喜我正式成为雨林神选者的代表。在完美世界 M， 你可以守护一个人，甚至可以守护整个世界。赶快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现在最想守护的人吧！现在就上 Google Play 抢先下载完美世界 M， 还能获得专属时装哦。Google Play。